不输徐若瑄。高颜值姐姐嫩照曝光，网友暴动狂赞子子好有型好潮。徐若瑄 VVN 翻出22年前旧照，亲姐22岁嫩照曝光，打扮更引起网友热议。徐若瑄 VVN 在社交媒体上在陈年旧照，照片中的她仅有21岁，穿着白色洋装，露出一双细长美腿，对着镜头腼腆微笑。她透露当时自己正在拍摄电影，亲子在一旁帮忙称赞相伴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子子当时的穿搭，穿着无袖背心搭配宽松牛仔裤，身上搭配的老爷鞋、霹雳包，不但让徐若瑄大赞好时尚啊，许多粉丝也留言惊呼姐姐好潮，哈哈，姐姐好帅，妹妹好可爱，姐姐好有型，姐姐太时髦了，意外成为众人目光焦点之一。由于徐若瑄小学时父母便离异，当母亲外出工作时，子子便带母侄照顾妹妹，更辛苦扛起家中责任外出打工。徐若瑄走红后，子子也在身边陪伴守护，姊妹情深令人称羡。徐若瑄也曾在书中吐露，这26年来我不觉得自己单打独斗，寂寞辛苦，尤其是姐姐陪伴身旁给我的细心照顾跟从不缺席的支持，让我能无畏地挺过来。